遭忌的公主，父王惨遭暗杀，无辜被卷入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。我啊，是要当王后的人哎，你只是排位第三的王储。帅气的军官是公主最心仪的真命天子，森严的阶级却成为有情人最大的阻碍。我跟你保证，你一见到他一定会喜欢他的。下官祝贺纳拉公主。相爱如何相守，禁忌谁能突破，敬请锁定严选亚洲戏剧《公主的男人》。